今天我们来做鸡腿，需要准备7到8个鸡腿，用厨房剪在底部剪一圈，把筋儿剪断，再把肉和骨头分离，完整的鸡腿肉就切下来了。放在一个大碗中，切点姜片，压5个左右的蒜瓣，压扁更容易入味。2勺糖，1勺盐，1勺孜然粉，1勺淀粉，1勺辣椒面，不能吃辣的不放，1勺生抽，3勺料酒，1勺蚝油，抓拌均匀，让鸡腿更好的入味。冰箱冷藏腌制半个小时，腌好的鸡腿肉搅拌一下，可以把蒜片和姜片夹出来，胡萝卜一块切成粗一点的条，取2块鸡腿肉，肉少的地方叠在一起，中间放一根胡萝卜，从一头卷起来，卷得紧实一点，再用硅油纸包住，排干净里面的空气，让鸡腿肉紧紧地裹在一起。最外层再包一层锡纸，多次的包裹是为了让肉更紧实，方便定型。在烤盘中180度烤30分钟，烤完之后放凉再打开。鸡皮中的油脂比较多，烤制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油冒出来，所以不用加食用油，吃起来也很香，而且不油腻。我们切开看一看，一定要注意放凉之后再切，否则很容易散开。鸡腿胡萝卜卷，吃够了卤鸡腿、炖鸡腿，这样吃简单又过瘾。